什么介绍给我爸？你们不要乱说，知道不？介绍给我爸的我妈呢？我妈去哪儿了？那我妈去哪里了呢？没你妈漂亮，这说的很尴尬，知道吧？这不要乱说。来，三秒钟啊，我数三秒钟我就下了啊，三、二、一。啊，坐，那个呢？他接电话。他接电话。他跟我说，你跟着他过后可以给你提供工资，让你不用这么累。然后我们家没有钱，可以让我们过上好。哎，这不是你给人家的东西吗？对啊。你拿过来啊，拿过来再给人家。这个没拆，你把那个拆开了是吧？你给书阿姨放了回去是吧？对啊。那你把这个待会给人家。我给粉丝们一个福利啊，给大家炸一个福利啊。对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给。他说，给你，你跟着他，给你两个公司，这上做外贸，然后我们家的条件他知道，然后就是让你少奋斗几年。他看上你了，看上你了。他看上我了。看上你。他看上我了，让我少奋斗两年是吧？对啊。哦。不相信爱情了，知道吗？我现在不相信爱情了，不想又有什么啊？就是家里面逼着我来看，我就来看一下，知道吧？我觉得很好笑，是吧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没有办法，知道吧？哦，坐。你别在这儿卖这些东西了，这些东西谁买呀？啊？这些东西。三哥两仔的东西谁会买呀？不是，这个是我给我的家人们的一个福利，因为今天他们也跟着来看儿媳妇了，所以他们也开心嘛，所以我就给他们发了个福利。对，这个也是我们那个哥哥送给你的，这个虽然说小小礼物，对，这个就送给你吧。见面礼，这些东西我看不起。啊，说实话，我们家只能拿出。你看一下嘛，看一下了再说嘛，这个确实好。肯定没有我用的好呀。你来，你跟家人们聊两句，然后你用的是什么呀？嗯，你用的是好一点的是吧？这个更好，你试一下吧。你是觉得我是在工地上搬砖的，然后我觉得我用的东西不好。你这个三哥两仔的卖了值多少钱？还不跟着我回去，然后跟着我回去混。哦，你说让我不要搞这些没用的。对，不要搞这些没用的。就是跟你去会是吧？对啊。你要带我去唱歌，对啊，吃烧烤，带我去杯池坐着东风，对，然后你每天的钱我可以给你，不要卖这些了，卖这些没用的，真的。你每天给我多少呀？你卖多少我给多少。啊？好，你卖多少我给你翻倍的价格。哎，那不用。那个这么的吧，这个你卖一万我可以给你两万。不用，这是我个人的爱好，你不用担心。这些东西卖了有什么用啊？真的是这个啊，正脸，这是我个人的，你拿着吧，这是我给你的心意，就是一个见面礼。对，见面礼，希望你能看得上。对对，就不管我们今天相亲啊，就是这个成不成功是一回事儿，但是呢，就是我给你别卖这些了，真的。啊，我不卖。别卖这些了，你卖一万，我给你卖，给你妹，然后翻倍嘛。嗯，好。给三万。好。行吧。可以。别卖这些了，这些卖了没用的。好。叔叔阿姨们，你别买了。好。好。那就这盒就给你了吧，这盒就给你了啊。还没有我口红值钱呢。这个是唇膏嘛，唇膏不是口红。这富婆就不一样，家人们说话的这个气质都不一样。这个，对，这直接把我直接压住我了。那你一天可以给我两个 W 是吧？对。哦，那这不给你会了吗？那这不还说什么呀？这不用努力奋斗了。我刚刚也给我爸也打过电话啊，我说你，我叫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阿伟。然后我叫阿伟给你开车，然后你每个月给他20万，可以吧？我爸说可以。他的意思，你是跟你爸怎么说的嘛？就是说你妈给你介绍的一个老公嘛？对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。
哦，他一个月给我20万，20个 W 啊？对，20个 W。真的假的？你爸这么说的吗？对啊。哦，那挺好的，这那我都不用上班了呀，那这样子的话。对呀，我就是不要你去上班呢。那以后我就偶尔你爸跟着你爸开开车这种就可以了是吧？对呀，你不去日晒雨淋呐、啊？像你说的，你的搬砖又累，然后回去要一身泥土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合不合适呀？来，国屏上打出来合不合适？合适打两个字合适，不合适打两个字不合适。来，打出来，你可以那个画画，你看一下。这个公屏上我爸爸妈妈们说的，就是他们觉得合适我们就合适，他们觉得不合适我们就不合适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我觉得我们合适吗？你这家庭条件挺好的，就是你看你如果他跟着我的话，他就不会什么卖货呀，这些什么小小零小碎呀都不会啊。就直接飘着走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直接飘着走了，走路带风了是吧？上海呀，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带你去上海，然后宜宾啊，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带你去玩，什么西藏啊，啊，西藏都可以去哦。对，就家人们，他的意思，我跟着他就不用什么都不用干了，就跟着他就行了，有车开，有房住，每个月给你20万。每个月还给我20万。对。那这不用考虑了，那就。那我们去吃烧烤吧，那。不用考虑了，这每个月还给我20万。不要不用这样。家人们还要考虑吧，不用考虑了吧，这每个月给我20个 W。有车给我开，有房给我住，我都不用努力了，还带我去哪里玩？西藏玩？西藏、上海。哦。不用。但是我。然后三亚都可以去。不用，我主要是现在我们那个条件虽然有点差点，然后就是我也不想让你哥，在外面吃苦，因为他比较踏实老实那种。对，看到我不如意是吧？对。他适合吃苦，他年轻，他该多吃一点苦，男孩子嘛，该多吃一点苦，对不对？像阿伟这种又帅气又阳光，肯定是会在那个高层次的公司里面去当个什么副经理呀，这种才适合阿伟这个身份。但你说你让我跟你爸开车的嘛，这样我也压力大呀，虽然一个月给我20个 W， 但是我跟你爸一起的话，对对对，我压力大的嘛。嗯、对，我爸可以跟你一栋楼，让你自己那个经营，就是、你压力就不大了呗。你爸给我一栋楼，让我去自己经营是吧？对。然后就压力就不大了是吧？对。这太厉害了吧这？对。这个突然一下，这馅饼，也不是馅饼啊，不好意思说错话了，只是说感觉这一下，可能哥哥真的不适合我们呢。平时卖一点这个东西呢，主要是就是养活一下我们自己。我知道姐姐可能看不上啊，这个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觉得我哥可能还是多适合吃一下苦，没有那个福气去享。但妹妹呢，怎么一直叫你哥哥吃苦呀？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吃苦一点要踏实一点，这样。但妹妹的肯定看了哥哥变好，然后把妹妹也变好呀，是不是？确实也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我觉得我哥呢，可能适合吃一点苦，然后让他踏实一点。然后文化，主要是我哥文化不高，对吧，哥哥？嗯。文化不高可以去学习啊，然后这个老板学习点，那个老板去学习点。那就来了呗，这些。你爸应该很厉害啊、哦！对，我爸很厉害，他是白手起家的。你爸应该就是很有实力那种。对。人家在上海做外贸的，你说有没有实力？在上海做外贸呢？那你爸到处跑吧，应该也不一定，不估计在四川吧？对对对。嗯。我也是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然后。说消息然后才回来的。
那刚才你爸你他说我可以吗？他是看你自己喜欢他们又不说什么的。他也跟我妈尊重了我妈的意见嘛，就听了你妈的意见啊、哦、对，然后就说我这个人不错，然后他也觉得可以啊、哦、对。那你爸跟你妈两个在一起吗？平时？还是有些时候他们，有空的时候去度蜜月呀，什么三亚呀，什么西藏啊，都可以去的。都在跑。对。家里面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啊？合适打两个字，合适；不合适打两个字，打三个字，不合适啊。度蜜月也在搞生意吗？是吧？对。这样子的。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公屏上的评论，就是说他们，你可以听一下我就是直播间爸爸妈妈们的建议，就是说他们说合适的话我们就在一起好吧，他们说不合适我们就不在一起好不好。怎么这么草率了？我的眼睛被这个晃着是吧？晃过来吧、啊、这是看不清楚是吧？对，有点看一点吧，暗一点。那这样子看得清楚了吧？对，好一点。哦，那你可以看一下公屏上的评论，就是粉丝们，就是我爸爸妈妈们说的，就是这个，对。哦，对，你抖音那个就是。他们怎么说的？他们怎么说的？他们说合适还是不合适？有些人说合适，有些人说不合适。啊、哦，有些人说合适，有些人说不合适，是吧？那你觉得说合适的人多呢，还是说不合适的人多呢？那要看你怎么想了。那看我怎么想是吧？对。就是你的意思，不要去听任何人的话，是吧？对。要自己决定，是吧？对。我就觉得。要不做个赌注嘛？你这个人我卖一百单。这个。咱们就撤。最里面的一个包就算了。这个穿回去藏着。这个你的意思是这个，就我妹妹一直叫我走了那个，你的意思是会议还是要提这个自己的住主是吧？不要提，不要提爸爸妈妈的是吧？他不提爸爸妈妈的会吃亏的呀。有些时候不提爸爸妈妈的还是不会吃亏的，是吧？对，你揣着吧，你就把这个住。那我这个我送给你的，你拿着吧、嗯、来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，你拆开看一下嘛。对，拆开看一下，这个这是我的心意。对，它是润唇的那个。你看你这你打了口红是吧？对，打了口红。那你再打点这个就更好，再打点这个唇膏就更好。这个是新款的，然后是一个现在是比较流行年轻人用的，特别好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是我，你看，毕竟对吧，你这么老远的过来，然后呢我们见面对吧，那这是第一次见面嘛对吧，我就带来一点心意，我就顺便在公司拿了一个这个样品啊、哦、你可以用一下。我们买，对，买的什么公司。对，你按一点点出来，然后吐在嘴巴上就可以了，你试一下。这嘴巴不会，不会，你放心，我们也自己在用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润滑？感觉怎么样？滋润吧？有一点点感觉了。有一点点感觉了，这感觉怎么样？还好吧。舒服吗？嗯，就是毛在嘴皮上。哎呀，喜欢吧？就我给你的这个喜欢吧？喜欢阿伟肯定要喜欢唇油啊。哦，你不用喜欢我，你喜欢这个唇膏就可以了。那我问一下家人们啊、哦嗯、刚才公屏上你也看了吧，嗯，你也看了这个他们的意见了吧，我爸爸妈妈们的这个直播间家人们的意见了吧，他们怎么说的？
他们说合适，有些说不合适。他们说合适了吗？啊。家人们，你们说合适了吗？刚才这个直播间，这爸爸妈妈们，这个直播间5000人，你们说合适了吗？